今天抽一下好了。你看，我们这边就有小火龙。怎么还是这三只啊？等等，凹进井，我是你的账号还在哦。我以为他变新游戏了嘞。那我们为什么？那我们干嘛还在那边小火龙？杰尼龟喵种子啊！行了，今天来抽，对对对，反正就是一世代的出来了嘛，太过分了。那先抽这个啊。来，我们今天要来抽取。不管了，我们今天想喷火龙好了。来，今天给你们看喷火龙的技能。周期真的很帅啊！我才给你们看 Mega 哎、欸，这次是 X 哦，每级套装刺龙喷火龙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，那我今天要讲什么啊？我们应该要讲每级套装刺龙喷火龙啦。他意思是可以抽到这个东西吗？那我们当然就给他十连抽啊，11连抽。可是我记得我之前已经玩到卡关了，各位观众有印象吗？我之前一直跟你们说卡关了要怎么办，你们有印象吗？卡关的就是一直弄啊，我之前就一直跟你们强调。他现在开放 hard 可以玩哦，我记得以前没有 hard 欸。我之前就跟你说过这游戏很耐玩，你可以推荐编组一直去敲。神奇宝贝手机游戏哈，就这款。宝可梦大师。神奇宝贝手游，哇，这些还是跟以前一样这么帅。我觉得皮卡丘那个样子让人家很喜欢。皮卡丘那个样子就是可爱啊。希望可以赢。这些有很美的技能特效。然后他是3v3对决，我们的训练师还在补血，所以他也会出一些有的没有的拍档哦，非常的有趣啊，这款游戏。大家可以加我好友吗？我看一下大家怎么加好友。这个就是我们昨天选，所以他昨天免费给玉山加啊，我一直以为昨天是重玩呢，想不到是送玉山加，还以为我昨天以为我玩到新手游。真的有梦幻吗？我好想要这期的梦幻哦，梦幻太可爱了。虽然我的 Pokemon Go 是有梦幻的。